最多人參與的運動，為了統籌並且促進足球運動的發展，足國際足球協會應運而生，負責組織世界重大的足球賽事。要審視辯題，必先了解世界盃的前世今生。世界盃作為國際足球的最高榮譽，成立於1930年，一開始只得13個國家。一個世紀過去，隨著科技的進步，足球運動的普及，亦都為世界盃的賽制帶來改革。回到今日辯題討論的擴充球隊，其實早在1998年，國際足協就有敢在亞洲、非洲的球隊難以躋身決賽周，決定將當時的參賽球隊由24增至32隊，並沿用至今日。早前國際足協決定，下一屆2026年的世界盃將會由現時的32隊改為48隊，隊伍的增加亦都帶來賽期的延長，由30日至40日。值得留意的是，雖然整體比賽大幅增加至104場，但每支隊伍所參加的數目比賽數目咧，其實與以往相似，最多只會增加1場。換言之，今次賽制改革對球員本身的影響不大。因此，今日辯論辯題準則在於擴充球隊能否有效推動足球運動的發展。我方正立辯題原因有二：第一，龐大經濟收益推廣足球發展。國際足協成立的願景在於可以持續咁樣增加收入，並進一步投資足球，在全球層面推廣足球教育同埋活動。個當中背後需要大量資金支持，而4年1度嘅世界盃正正為國際足協帶來可觀嘅收入。單單係2022年嘅世界盃賽事嘅電視轉播收益就達到26億美元，佔整體財政嘅56%。而下一屆世界盃參賽球隊增至48隊之後，更加有助吸引更加多國家觀眾支持自己嘅球隊，令電視轉播同埋門票收益再次增加。根據國際足協嘅估算，下一屆嘅世界盃收入將會暴增至110億美元，而呢一筆資金有效咁樣推動足球運動。回顧國際足協嘅年度報告，每年會有30%收益撥喺發展同教育嘅支出。想協助各地政府推廣足球，亦都致力於人才發展計劃，提高比賽專業性等等。簡單咁樣增加比賽隊伍，亦都會帶嚟龐大經濟收益，何樂而不為呢？第二，增加參與機會，推動國家發展。世界盃擴至48隊之後，各地區可以加入決賽周嘅名額亦相對增加。但以亞洲為例，就以現時嘅只有4至5隊嘅名額增至8隊。換言之，我哋擁有更多球隊，獲得機會喺最高嘅舞台，其他世界頂尖嘅球隊切磋球技。值得留意嘅係，參與世界盃唔只係場上11個球員嘅事，更加關乎成個國家嘅發展。1998年，日本第一次打入決賽周，瞬間就掀起咗國內嘅足球行業。國家政府亦都更多咁樣運用呢啲足球資金培育人才。直至今日，隨住技術水平嘅提升，日本隊已經成為亞洲一個更加喺世界盃決賽周嘅常客。參與世界盃嘅利處唔單止係運動方面嘅，唔單係運動方面可以體現到國家嘅軟實力，亦都為實質經濟帶來利處。在日本為例，正係計算2022年嘅世界盃，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就指出，世界盃為日本帶來163億日元嘅經濟效益，有助提振經濟。綜上所述，世界盃編擴至48隊，無疑係為一啲唔太影響現存嘅賽制框架。足球全球化係必經之路，其所帶來嘅經濟效益同埋效益咧係龐大無疑噶。在座有方肯定承認以上改革可以推動足球發展咧？多謝各位。今日衡量辯題的準則在於，擴編最
決賽週名額後，能否有效長遠地提升比賽質素，締造更適合體育競賽的環境及氣氛，就以上的標準為基礎，我方認為今日辯題不應成立，基於以下兩點：第一，大幅擴編球隊數目，破壞世界盃比賽質素，損害觀賞性。世界盃被稱為足球中的精英賽事，點解呢？我哋只要睇翻精英體運動嘅定義啦。根據布魯內爾大學生物學及運動科學高級講師 Dr. Richard Goffey， 精英定義係優先考慮最佳成績，其次就係喺競爭激烈嘅聯賽中取得成功。然而，我哋睇翻世界盃，一世界盃四年一次，錯過咗就可能冇機會再入。二世界盃容錯率低，淘汰賽一鋪定生死。三世界盃入圍名額有限，競爭激烈。就以上三點確保咗世界盃嘅質素及精英，先推動到足球運動水平提升。而家全球有約200個國家參與世界盃選拔，一旦決賽週擴大擴編至48隊，即每5個國家就有1個國家可以進入決賽週，就會擴參更多俗稱魚腩隊，即成績十分差，實力明顯比其他對手弱好多嘅低質素隊伍進入決賽週。美其然就係話增加更多不同球隊參加。削弱決賽應有的高質素比賽情況，令比賽觀賞性大大減弱。例如2012年歐洲國家杯咁，小組賽就有德國、葡萄牙、荷蘭三個足球強國一組嘅刺激畫面出現。同樣擴編後，呢種情況就變得買少見少。世界盃作為球壇精英化指標性賽事，去到決賽分階段，就唔應該將標準降至如此之低，平庸化咗呢場高水平嘅世界足球盛事。第二，賽期延長導致休息時間減少，增加球員受傷風險。足球員作為球賽的核心，其身心狀況尤其重要。但據國際足協公布2026年世界盃擴編後的方案，比賽數目由64場增加至104場，賽期增加8日。而世界盃最多球員參加的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作為緊接世界盃後開始的聯賽，因賽期增加後，球場迷賽季提前報道的時間，原來球員最後得翻19日休息。但據國際足協指出，一個球員賽季之間最少要休息28日，最好甚至是5星期以上。可見賽期延長後，球員休息明顯不足。再加上是次世界盃預料是由美加墨三個合辦，扣除交通時間，再次削減埋球員休息時間，大大加劇球員受傷風險。若擴編後反而令比賽質素下降，球員受傷，咁擴編對數無疑係弄巧反拙，甚至長遠有損世界盃專業形象，無助足球發展。究竟係咪有必要擴編對數去追求所謂嘅國家參與度呢？綜上所述，我反而認今日辯題不成立。最後想問有關同學，有咩利處係勝於球員受傷？多謝。
你多咗人睇嘅話，係會有更多錢噶嘛？呢個係必然發生嘅事嚟噶嘛？或者足協有更多門票啦、轉播權嘅收入嚟幫我承唔承認呢一點？但係你做呢樣嘢會帶嚟其他更加嚴重嘅弊處，但係呢樣弊處而家已經係可以滿足。但係由於我同你講咗啦，錢呢樣嘢我哋做到經濟。世界盃是一個包含經濟元素，唔係一個普通嘅足球比賽嘛。咁有方話你承唔承認世界盃唔係簡單單一個普通嘅足球比賽，而係一種國際盛事咧？國際盛事係啊，但係你而家嗱，當有方同我承認啦，咁佢係一個國際盛事嘅話，咁即係有包含經濟元素，方話承認咗啦。咁即係話而家多咗人睇世界盃，係的確令到國際足協能夠有更多長遠嘅收益啦。咁我頭先有方同我就話啦，會影響觀賞性喎。咁又話有咩？好多魚腩隊出現咗，咁我想問係有咩魚腩隊咧？例如卡塔爾咁啦，佢身為主辦國啦，佢身為今次嘅主辦國啦，但係佢入到三十二強之後，已經開始成為主辦國啦喎。咁但係等先，有方同學，咁而家多咗決賽隊啦，係咪即係代表有多咗機會去俾唔同嘅國家參與城市先？其實唔係嘅，因為嗰啲國家原本就可以參加外圍賽。咁但係有方同學，你成每一場比賽永遠係有實力好同埋實力較差嘅隊伍咯。但係世界正方都唔係點，跟住輪到反方個反方嘅自由派嘅隊員，請你自由選擇翻個辯論嘅位置。阿方同學，知唔知咩係九零一啊？哦，知啊，緊要啦。九零一咧係一個極端嘅防守策略，即係九個後衞，零個中鋒，一個前鋒。嗱，好多時咧都係啲強隊啦，遇到實力懸殊嘅時候，遇到強隊嘅時候，佢哋先會用呢種策略。嗱，咁我問一場普通嘅足球比賽，你見到呢種戰略好唔好睇先？咁嗱，我哋而家嗱有冇圖嘅嘛？好唔好睇先？普通比賽。咁所有咁而家睇住四十八隊，唔係所有都係。睇住先，我問你好唔好睇？唔緊要，可能答唔到，唔緊要。我方用一個簡單嘅比喻話俾你聽啦。嗱，好似有方今日嚟到辯論場上面，嗱，有方四個辯論位全部好問到好多問題，我方同學一粒聲都唔出。有方同學呢場辯論，喺評判眼中係咪一場好嘅好睇嘅比賽先？唔係，咁但係唔係啱啊？有方同學覺得唔好睇。嗱，正正就係因為辯論比賽需要有來有往啊嘛。嗱，足球場上面淨係識得防守，唔識得攻擊，完全係唔好睇一場比賽。嗱，有方同學，嗱，抗邊個世界盃？世界盃要拆白佢之後，我更加都唔明白我方已經多次提到啲魚腩隊入到去決賽周嘅時候，嗱佢哋繼續要面對一啲本嚟實力好勁入到決賽周嘅球隊，嗱佢哋就必然要使用呢啲嘅極端防守戰術保持自己嘅地位，就會降低可觀性。嗱，有方同學答唔到唔緊要，我方再問你另一條問題。有方同學球員需唔需要休息啊？佢哋需要休息，但係啱啦，就方同學球員需要休息。如果球員冇一個合理足夠嘅時間休息，佢哋係咪會多咗機會受傷？有方同學承受嘅。咁但係我哋而家睇住先，有方同學。有方同學啱啱主辯咧，好大方都承認咗啊！呢個世界盃延期八日，每隊多一場。但係有方同學啱啊，每隊多八日，世界盃同埋其他聯賽之間嘅間隔少咗足夠嘅休息時間，甚至比國際足協建議嘅28日仲要少。有方同學再問多你一次，會唔會增加佢嘅受傷風險？有方同學承唔承認？咁有方其實有啲乜嘢聯賽？睇住先啊，係咪有啲聯賽？我話英超咯，就即係八成嘅世界盃球員都會參加英超噶。如果係變得咁，變得好咧，就世界盃點解喺往後嘅
技師，就算係賽制擴充咗，強隊之間嘅比賽仍然存在，弱隊觀眾仍然係有選擇去收睇比賽嘅權利，佢哋可以去選擇觀看唔同嘅比賽。再者，就算係強弱之間嘅比賽，亦都有佢嘅觀賞性，完全係唔明白有風同學點樣去講呢樣嘢㗎。第三樣嘢係有風同學因為好擔心，因為有風同學話本身國際足協隊已經有足夠嘅收益嚟推動足球發展，但係一直都講唔到就係、是、原來今日收益越嚟越多，我哋足球嘅發展就可以推廣得越嚟越遠啦。今日場次增加，轉播權同埋門票收入都增加，令到整個收益都可以增加，國際足協自己都估算可以在下屆的世界盃達到110億的收益，呢樣嘢確實係能夠長遠推動足球發展。所以講到尾咧，原來國際足協今日擴編比賽係能夠長期協助到足球運動，推動足球普及化啦。我舉例子出嚟嚇，例如喺2016年起咧，國際足協都就提供達830萬嘅資金俾香港足協嘅營運。又例如在越南青年足球訓練中心受到國際足協的資助去進行翻身工作，給國家嘅俾國家隊去使用，支援他們參加國家世界盃。又例如在國際足協持續投資國際足協前進3.0計劃，培訓21個成員國中有潛質的球員成為明日之星。今日有風同學點解今日呢些嘢佢哋都覺得是不需要錢做，或者是已經足夠呢？如果我哋有更多嘅資源，可以去更加長遠地持續推動，何妨係一件好事呢？第二啊，其實中隊分唔同國家有好處，有同學話會質素差咗，但明明世界盃係一個互相切磋球技嘅地方，唔一定係要全部嘅比賽都係極其非常精英制，反而我哋應該要珍惜世界盃係強隊同弱隊切磋嘅過程之中，不斷教練之中俾佢哋。向上游，向上流動機會，例如係日本在第一次參加世界盃之後越戰越勇，亦都係例如克羅地亞在1998年首次參加世界盃之後越戰越勇。多謝各位。洛桑大學的研究報告指出，日韓世界盃實際上是虧損了48億，其次南非世界盃是虧損了26億。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巴西舉行世界盃之後，國民生產總值反而下降了27%。有風房做二户就要能剩下，這樣怎樣是維持經濟增長？其次，今天有風房不斷地說到國際足協可以賺到錢，其實這一點我方是承認的，但是看回國際足協的財務報告表，在上年2002年之後，收入減翻支出，國際足協依然有二十幾億嘅錢帶入庫房。有風何咁想幫啲國家，咁想去推動國際足球嘅發展，點解唔攞啲錢去推廣世界足球，而係損害世界盃呢個全球咁精英嘅賽事呢？其次，有風何第二個謬誤就係以為增加咗名額，增加咗決賽周嘅名額就可以增加到國家嘅參與度。事實上，今日世界盃單止分決賽周，仲分咗外圍賽。有風何原本世界盃已經持有外圍賽，有足夠嘅參與度俾各個國家參加嘅時候，點解我哋仲要去損害？點解我哋要去平庸化世界盃，去降低精英呢個精英賽事嘅素質呢？其實有風何咁想推動國家參與度啊！我哋應該搞翻個足球嘉年華出嚟，邀請翻100隊嚟增加，咁樣參與度就最夠啦。第三個謬誤，有方同學講到擴編咗之後就唔會整到球員受傷風險增加啦。其實有方同學今日由始至終冇聽我方主面講嘢，我哋今日由始至終都冇講緊比賽之間嘅間隔係多咗定少咗，我哋講緊係賽季之間嘅間隔係多咗定少咗。我方主面頭先已經提到，球員賽季休息時間由原本嘅32日降低到得翻19日，係明顯唔符合國際足協俾嘅指引係28日㗎。而家有方同學喺明顯知道球員休息時間唔夠嘅時候都要擴編，係咪對球員嘅一種傷害呢？
翻返到我哋主線，擴建世界盃無助推動足球水平發展，降低比賽嘅觀賞性。啱啱有方講過，主辯自己都承認咗，世界盃係一個最高嘅榮譽，要保證到一個係最高嘅榮譽，就要保證世界盃係精英賽事，而保證有限嘅名額就係世界盃係精英賽事不可分離嘅因素。確保篩選出嚟嘅國家隊伍係世界嘅最高水平，即使係公認嘅傳統強國冇實力，一樣喺有限嘅名額底下入唔到世界盃。例如連續60年打入世界盃嘅傳統強國意大利，就喺2018年外圍賽不敵瑞典，因名額有限無緣世界盃。入唔到原因係因為到一隊嘅掌權人不唔肯決策不當之餘又唔肯退位，不思進取。而而家我哋保證世界盃32隊嘅名額就可以保證就可以，但呢啲國家唔會不思進取啦。入本點樣國主？
先回應翻有分我今認為其實比賽質量係唔會受到影響。其實今日事實上喺原本32隊嘅賽制底下，就已經有啲州份有魚腩隊嘅情況出現，多次被還數咯。就例如亞洲排名第3嘅沙特阿拉伯啦，就喺日韓世界盃3-0、0-8、0-1、0-3出局。今個世紀佢哋世界盃即係15場賽事，淨係贏咗一場。連亞洲第3嘅球隊都面臨緊呢局面嘅時候，而家亞洲嘅名額加到8個，賽球隊嘅質量只會越嚟越低，比賽觀賞性更加係大幅下降。就以今次世界盃開幕戰為例啊，卡塔爾世界排41。卡塔爾對世界排名41嘅阿瓜多爾，由本身開賽嘅人山人海，睇到下半場佢得翻幾，仲有幾千個空位出嚟喎。正正係因為比賽沉悶，比賽毫無戰術，交鋒之後不斷拖時間嘅地面戰術，有多同學唔通認為世界盃呢場精英賽事可以變到毫無觀賞性可言啦？有分流今日仲同我哋講話。可以開源節流，增加收入就可以繼續推動到呢個足球發展。不如我打一個比方啦，例如我今日約有班同學一陣間去食麥當勞嘅，我銀包入邊有100蚊，我想食一個麥樂雞餐加大，我明明已經夠錢喎，有班同學，我仲同有班同學講，有班同學借10蚊俾我，我想食麥當勞雞餐加大，但我自己明明有錢嘅時候，有班同學覺得呢個唔係合理咧？在座各位今日有班同學再一次強調話，算上三月度上升嘅時候，我啱啱我翻一副嘅時候，其實已經打咗好好比喻嘅喎。今日如果要令到各個嘅參與度上升嘅話，搞個足球嘉年華幾都冇啊！200幾個成員國一齊，大家好開心睇足球，足球員又唔使有受傷嘅風險嘅時候，呢啲咪參與度上升咯。有分台要兜更大個圈，削弱自己最削弱今日國際足協最受矚目嘅運動賽事嘅精英度嘅時候，去削弱啲精英度，然之後去換取所謂嘅參與度時候，有分台你覺唔覺得合理咧？有分台。其實講到尾，今日足球比賽最重要嘅係咩啊？都係球員佢哋嘅身心狀態，會唔會影響到成場球賽甚至球壇嘅成個球壇發展？其實今日國際足協官方都好似我哋啱啱主辯所講，都為著球員休息時間俾咗嗰個足夠嘅指引。其實講到明，賽季同賽季之間係要休息28日㗎啦。我哋就以世界盃最多人參與嘅英超為例，除咗情況今次情況屬於卡塔爾啦。一般世界盃結束同埋英超開落都係相隔32日，令到球員可以符合國際足協底下好好咁休息。然而改制之後，賽事加長8日，仲要加埋嘅係咩啊？賽季前嘅報到時間，最後球員係得翻19日嚟休息，一星期假期對我哋在座各位嚟講都係一件大事啦。更何況係運動量消耗嘅。嘅足球員咧，英超球員每個賽季都要踢成至少30場波，對啲巨星例如夏蘭特咁啦，佢喺江門不效力時候就為球會踢咗89場波，平均一年係要踢44場波，對佢哋嚟講合乎指引嘅休息就相當重要。由本身啱啱合乎指引到而家嚟達標，仲有1/3完全不是球員嘅安全同埋受傷風險，所以今日辯題係不成立。多謝各位。就係一個例子。
賽同賽季之間嘅休息時間都唔合 FIFA， 都唔符合國際足協嘅指引嘅時候，有關同學係咪可以影響到球員嘅安全？咁我想問有方同學，過2026年英聯英超嗰啲時間到底幾時咧？有方同學都唔交到喎。今次英超嘅時間咧就係5月中係結束時間嘅。如果世界盃有世界盃嘅話，佢就會提早結束啦。咁而家佢放邊咗啦？就同原本嘅賽制係有衝突啦。咁球員嘅休息時間就少咗啦。嗱好啦，有方一個話5月中就完，甚至係同我哋講話世界盃會提早。咁嗱，我哋見到2026年嘅世界盃，佢哋係6月中先開始。咁其實咪真係已經有一個月嘅時間，有方根本都推到唔到呢個位置嘅喎。嗱，6月中先開始嘅話，世界盃平時係6月尾開始嘅喎，有方同學，今日休息時間仲少。咁有方你話要28至36日嘅休息時間，咁我唔理俾咗你，咁有方呢個季柱係唔成立嘅喎。等陣先，有方同學，今日好好笑嘅，我哋講嘅係世界盃結束同英超開幕嘅時間，你同我講世界盃開始嘅時間，我再問多你一次啦，相差19日嘅時候，球喺唔符合國際足協嘅指引底下，球員嘅受傷風險係咪會上升？嗱，有方頭先又話5月中，而家又話5月尾，又話先結束，唔明白有方同學，咁所以再問多次，有方到底影響幾時？有方同學，唔好再對我哋多謝。足球唔係單單一項運動咁簡單，足球唔係就用11個喺個場上踢波。
到最後階段，我方開宗明義就已經講到啦。呢條辯論要衡量佢嘅理由，要為人就需要考慮放大估值，可以提升世界盃嘅質素。總結全場有方同學同我方嘅辯論，可以有三點嚟總結。第一，抗辯可唔可以有助推廣足球運動咧？嗱，有方同學成場都話咧，國際足協賺多咗錢，可以幫其他國家啦，特別國際足協嘅收入都唔少啊，可以直接幫呢啲發展足球落後嘅國家，使乜對症下藥啊，直接改善呢個國家嘅足球政策咪得咯？直接資助呢啲國家發展足球，點解有方同學就要兜一大個圈去搞呢個制度先可以多啲錢，搞一大輪先大筆收出去幫到呢啲國家推廣足球咧？啊，然後有方同學咧就話啦，今日擴大世界盃經濟之後咧，可以提高國家參與，甚至推廣足球全球化喎。但其實我方同學講唔明㗎，係咪只有擴大世界盃嘅賽周經濟先至做到咧？仲有有方同學，你轉嘅時候已經同我哋好大功成咗咧。嗱，世界上咧足球已經係世界上最普及嘅一個運動。嗱，我想問啦，一賽去推動呢足球全球化有冇呢個需要咧？嗱，世界盃作為一個精化嘅賽事，喺咁多個國家四年一度接觸球場嘅地方，我以為賽已經足以令到每一個國家有足夠嘅參與度。但如果只係單靠呢個擴大經濟，去提供短暫嘅足球熱潮，係咪真係可以推動到足球咧？其實可見啦，擴大世界盃嘅快速經濟，不但冇辦法長遠咁推廣足球全球化，更加無所建立一個健康、有良性競爭嘅體育競賽環境同氛圍。第二，有方同學有質疑啦，抗堅會唔會增加球員受傷風險啦？有方同學口口聲聲話啦，增加咗8日啦，增加一場比賽唔算大事，唔會影響呢個世界盃嘅質素，唔會增加球員嘅受傷風險。但係一個球員只有一雙推槓，一雙冇腳，正如我方主辯一開頭已經同有方同學講咗啦，抗堅之後，球員世界盃同埋其他嘅聯賽之間休息時間少過28日，甚至好似國際職業足球協會、歐洲俱樂部協會等嘅組織都批評擴大經濟增加球員受傷風險。點解有方同學就講到好似好輕鬆咁？一個球員又要係地區聯賽，又要高強度訓練，又要去迎戰呢個世界盃，事實上都係時間同埋精力㗎。點解唔增加佢嘅受傷風險呢？作為一個地區嘅足球賽事，點解我哋唔係去追求一個更安全嘅環境同氛圍，而係增加球員嘅受傷風險呢？第三抗辯會唔會破壞世界盃嘅比賽質素咧？有位同學覺得佢本增加咗都可以保持呢個比賽質素，一定係咁好睇。嗱，咁我用個簡單嘅類比，大家就明㗎啦。唔知在座各位有冇聽過而家香港中大嘅大學生呢句説話咧？嗱，背後無非都係暗示緊而家大學生質素每況愈下。嗱，點解會咁講咧？嗱，據教育局資料咧，今年香港提供15000個大學資助學士學位。嗱，相較80年代嘅時候，大學學位只有3800個，一大學都只有4個巴仙，增多咗少，自然競爭激烈啦。嗱，從來只有成績最好嗰批人先做到大學生，對於以前嘅大學生，我從來都唔質疑佢哋嘅能力去到邊㗎。但而家咧，好似台灣咁樣，學位通過要求毫無競爭情況下，許多大學嘅入學率竟然達到98%巴仙。嗱，啲人幾乎唔趕住入學，導致教育質量成年損害，反高等教育形象。翻翻世界盃啦，世界盃其實都係一樣嘅。當我哋擴大咗世界盃嘅隊伍編制，由本嚟6分1國家入到世界盃，跟住佢5分1國家都可以入到呢個決賽周。嗱，勢必係會令到呢個精英化嘅世界盃落入平庸。有啲勁隊比得意闖進入決賽，而男隊更加係容易咗入決賽周，無疑係帶損世界盃嘅價值，冇競爭，冇進步嘅比賽，仲會唔會好睇咧？嚟到比賽嘅尾聲，我哋不如將目光放翻到香港嗰度。近來香港冰球運動員喺國際錦標賽事上面大戰。分別喺3個項目入面攞成金、銀同3個獎，原來得獎路上係唔容易噶。2017年小組賽當年排第9嘅日本隊上香港，為香港嘅人大省46-0，要突圍要贏就要繼續磨練，要有進步。去到今年，香港隊歷史性都獲得小組賽冠軍。翻返今日面題啦，呢個世界盃之所以咁受人敬重，就係因為當中嘅競爭激烈，不斷輕斬擊獎項先至嚟得寶貴。所以人類進步原因從來冇變過啊，就係優勝劣敗，有質素嘅競爭超市人進步。多謝各位。They don't say
跳出足球的框框。今日世界杯决赛增至48队，好比我哋而家参加紧嘅电超联，由2018年嘅8队，去到每年增加参赛项目，到而家已经有36间参赛项目。而我方正正就系今年新参加嘅队伍，透过同其他学校切磋面技，获得更加多实战嘅机会。电超联之于我校，就好似世界杯之于唔同嘅国家队，所带嚟嘅发展唔同一害。以同樣道理，別超聯嗰種參賽還參加，好似因為我方實力較弱差嘅學校，係咪就代表別超聯嘅質素差咗咧？今日有個同學唔中意睇某啲隊伍嘅比賽，係咪就代表住呢一啲比賽唔會有其他人睇咧？成場比賽嚟到最後，有個同學都係解釋唔到。好高興今日正反雙方都承認到擴編可以增加效益，但係雙方出現咗以下分歧：分歧一，質素下降。今日有方同學一直強調多咗足球隊參加世界盃，會唔會令到？質素下降，然而有方全場今日都界定到乜嘢係質素差？點解32隊入邊質素好，48隊入邊多出咗16隊入邊質素差？如果今日大學生多咗，咁都會有好嘅大學生噶嘛？我哋今日我方前場今日講過，世界盟主意大利上年冇得打世界盃，嗰邊嘅48隊可能有得打，到底意大利嘅實力同強弱弱咧？退一萬步，就算真係個別球隊質素差咗，又代唔代表到成個世界盃質素下降咧？分歧二，唔了解足球發展。今日有方理解唔到足球發展嘅本質，有方不斷反對經濟效益難明白錢嘅意義。今日就算有100蚊去買牛肉雞，都可以俾多10蚊去買多餐噶嘛？點解唔好咧？我哋希望世界盃舉辦可以令到國際足協賺取更加多收入，從而令到我方口中特提升。培訓、教育、推廣等等。分歧三，輕視世界盃。有位同學今日認為世界盃就係30幾40隊，幾百人喺球場上面追逐一個波，講穿咗淨係只係輕視咗世界盃嘅意義，輕視咗足球運動背後所反映嘅文化、經濟意義。回望以往，能夠參加世界盃唔單單只係球員嘅榮耀，更加係成個國家嘅光榮。更加因為係咁，我哋先會見到我方前場所述足球界嘅足球浪潮。甚至庞大的经济效益。而回顾足球历史，由昔日只有精英分子可以参加，到而家时代越趋全球化，可能就系一个唔可以逆转嘅趋势。究竟有啲咩咁大嘅弊处，系令到反方决定嘅时候
好嘅點題出嚟嘅啦。而呢樣嘢咧，我係點講咧？我一定可能冇有考察到。正反方一開始咧係俾咗個地塊比較佢，佢好明顯喺前場嘅市場面或者工業上都提到呢樣嘢，佢叫做你嘅經濟收益其實依家有潛在，有其他潛在，而你嘅弊處咧就幾乎存在。所以咧，個地區弊，佢喺佢立場之下，弊區嘅一隻咁樣。嗱，我覺得咧，就住論證利多於弊呢樣嘢咧，反方喺呢個功夫咧，我哋做得多啲，或者係做得好啲。而正方調翻轉喺利多於弊嘅功夫係咩咧？我聽到嘅咩？你主要係講經濟啦，講好多轉播啊，好多周邊嘅收益啊等等。咁呢個收益咧，去到中後場聽到講法嘅就係、是、你回應翻。當然呢個利多於弊，即係弊端嚟翻解就係，哪怕佢有多得好，但啲錢收多咗或者收益多咗，都係你處理嘅。嗱，呢兩個利多於弊咧，首先就困擾住我，應該地邊邊有聽，因為我聽完成日之後，我對於兩邊想論證嘅都有聽到啲啦。嗱，係咪你本身係策略肯定啦？但起碼我接收到啲啦。咁我覺得兩邊都冇好特別去查得到對方。因為反方你亦都難事實到，心上反對個利處都真係存在嘅，即係 even 都有庫存喺度，咁佢之前收多錢都係利處，你最多話佢利處咁大嘅啫，但係呢個利處都存在。同一時間，我覺得正方都冇好特別咁樣去 address 到對方呢個弊端嚟嘅，即係撇除佢中間仔細論點嚟推論啊、論證啊等等。所以咧呢個利多於弊咧，我未能夠喺主題，即係未能夠，即係我並唔 exactly 係邊啲論證到嘅推翻個主題嘅嘢，更多只係由即係頭先嘅解釋啦，基於頭先個理解之下，更多只係屬於 technical， 即係可能係計點數上去俾贏輸嘅。所以我俾咗分點之後咧，我都唔肯定邊啲贏輸嘅。咁所以大體呢個形勢咧，我聽到論證嘅核心，即係利多於弊咧，我聽到。咁具體可以點樣再仔細啲咧？其實我覺得兩邊都可以做多少少。反方，我覺得如果基於你頭先弊多於利嘅呢個邏輯咧，其實我覺得更加重要咧，你係要論證佢嗰20億庫存嗰個差錯啦。20億非法嘅庫存咧係足夠定唔足夠？我覺得如果你論證埋呢一步咧，你要弊多於利先真係成立。因為坦白講，有庫存呢一步咧，你嘅立場係清楚但足夠信服，就是、因為。由一個大嘅機構有一定嘅庫存係五成，咁至於你話可以照留埋啲錢出嚟，係咁代唔代表佢要咁做咧？咁做係一個合理嘅財政決定咧，都一定。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係，如果你要論證或者堅實，咁再扎實多少少你弊多於利嘅邏輯咧，我覺得呢個非常重要。而反而咧，去到綜合場咧，我聽到你同對方就牽住翻嚟，少好多嗰19日定28日啊。英超啊，中間夾唔夾時間安全等等等，呢、這個位咧我俾到批評，即係呢個弊處我都承受得到嘅。我覺得對方就算佢執疑或者反駁之後咧，佢未必好查得到嘅。一嚟係你一開始講係清楚，對方中間嘅反駁都未太到位，呢個我查到，所以呢個弊處我俾到你，但唔足以就係頭先講，唔足以幫你論證弊端嘅。喺你個弊處弊咗你嘅邏輯裏面，我一定要論證頭先講雙個位。先去分證論證個弊端嚟，咁調翻轉同樣嘅正方啦，即係如果你要攻破或者你要質疑對方個致命，我反而建議呢一步，佢弊端嚟攞出只建議呢一點，即係個比較，佢真係比較喺呢啲點，咁係啦，所以對反方嚟講，我覺得預期講太多安全，因為安全嗰嚿嘢咧，我覺得兩邊提議都好多，一方面個規定係反到，但都唔係好堅一咁啦。咁何不用多少時間去解釋翻你哋論證，即係比較嘅邏輯？我呢個係我對反方嘅建議啦。對於正方咧，我哋係impressive 嘅，就係一副咧，你嗰度咧攞咗好多具體嘅資料去講天下邊用嗰啲詞位入去嘅，嗰度係我都係三零七入去，因為你論證而呢樣嘢都好似即係切合到你自己開出嘅標準，就係、是、你要論證佢對足球啊。我呢啲嚟講咩足球計劃啊、方月南啊等等，呢啲係具體嘅實質資料論證到嘅例子。所以呢個位我覺得你呢兩批，即係呢個位係你攞到分。但至於真係落到場去同對方拗安全咧，我覺得呢個頭先講過啦，你我覺得你超唔到對方，而
啊，所以質素嗰個位咧，誒又係另一個我哋拗咗好耐嘅。咁我覺得你兩邊要諗清楚，你質素係想論定啲乜嘢？因為咧質素其實有兩個端啊，咁有兩個可以論證到嘅嘢。第一樣係純粹係比賽質素好。In self 世界盃係一個世界殊榮啦，或者世界超高級嘅比賽啦。保持質素，我唔理有咩後果，係咪現實嘅利弊得嘅，佢質素差咗就係唔好嘅。點解可以係質素？第二種咧就係你即係閃會少少啦，叫做係質素唔好，最尾影響翻轉落去，咁都係唔好。所以我哋就呢個角度去。嗱，我覺得呢兩種係有分別嘅。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好形象咁定咗佢質素一定要保持到定水準嘅話咧，咁反方面講法就會成事。因為反方，我覺得你可以論證到平均質素係低的，但你正方嘅反駁咧，就反而係針對於即使你質素低咗，其實都我哋界內你係論證到依然有人睇，因為你哋嘅反駁就係講，即使有啲強隊隊一日接觸啦，亦係支持嗰啲國家嘅隊都會睇翻。OK， 嗱，就住實質質素嘅衡量咧，我喺兩邊講唔清，即係到底咩為之好，或者咩為之差咗，因為學校主要講。但我哋兩邊論證緊質素，真係要對自己嗰方有利嘅方咧，都攞唔受。即係正方應該係要強調嗰個位係質素，即係唔係個 S standard，S standard 唔對用嘅。一嚟對於收益啦，即係如果你真係保住你方方嚟講，收益係重要；二嚟就係差唔重要嘅質素。我呢啲標題或者呢論證咧，可能唔係太清楚，我覺得。咁至於反方咧就係、是、你點樣論證質素呢？我覺得都係有少少可以斟酌嘅位啦。我覺得你有嘗試過嘅，包括你公聯網自信啦，即係端嘅運動啦，又或者係你喺足球場嚟講開幕戰啊、沙頭咁樣。但我覺得當然我覺得唔太未太特別説服到我。當然正方冇講咧，我照嘅翻嚟嘅，即係嗰啲位我哋都試過嘅。但係我覺得如果正方大膽少少咧，其實可以接納得到。咁當然啦，我唔係特別。但例如如果你話901嘅技術，即係全部通曬喺後衞，咁我其實都好精彩，好想睇美斯點樣撕破呢個人牆，即係你明唔明？即係我覺得呢位咧點樣講咧？邊張牆上用啲例子同你一般足球迷嘅理解咧唔同，就係在於如果你問一啲相對主觀嘅問題咧，其實係對方嘅發揮空間係大嘅，係啦，即係我唔知道用翻你大家想象都快過，即係後衞嘅例子。如果你問一啲音樂質素嘅，其實大家都 hesitate 問，我又唔知啦。因為你話質素唔好，或者佢唱翻得唔好，其實係好主觀。我可以覺得其實好聽，或者我可以覺得其實咁樣比賽特別難，甚至調翻轉，對於嗰個國家球迷，我都咁樣先嚇，我就係要贏比賽。咁如果我覺得可以接到一啲強隊反應係精彩爆冷，咁會令一啲另一方面嘅正方有空間發揮到你嘅問題。咁我覺得呢位都係我係正方唔夠大膽，係咯，正方唔夠大膽咁答。咁至於點樣真係個質素，我覺得可以再斟酌咯。咁最後係你正方嘅建議啦，我覺得斟酌安全最緊要咧。你問我，因為我頭先嘗試對比嘅時候諗一諗咧，安全因為正方講咗咁耐，佢都詳細用方法答你，我覺得又唔係好。因為其實今日雙方另一個，我覺得可以再拓啲嘅討論，就係在於除咗從國家嘅可能國家，可能個非法啦。其實你討論國際，即係討論足球發展嘅，仲有一個好核心嘅就係足球員球員對方嗰個安全。但我會就諗，如果係一個踢四年一次世界盃，我先踢咗九日，或者踢十日嘅比賽，然後呢十日我頂硬上，我有機會去爭取到世界盃嘅殊榮。你係球員，你會點樣理解呢九日喺呢個有機會傷害？即係我從呢個視角去睇。或者你正方如果想補足嗰個論證嘅空間，我可以從呢個相對微觀少少嘅位去諗球員係點樣睇件事。咁當然咁難，可能你頭先有好 hesitate 嘅。OK， 我留白啦，因為我冇睇過實質資料或者唔知球員嘅情況。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角度去俾你諗，到底對於佢哋嚟講點樣 assess 安全呢樣嘢，或者點樣 assess 對方講嘅嗰個期望係咪？嗱，咁我即係都係啲建議或者諗法嘅，但整體我係好睇嘅，同埋我覺得係中間兩邊都有心機去度過嗰啲問題嘅，所以我覺得整體都唔錯，所以
睇住啲嘅算啦。咁啊，將時間交俾你兩位。Yeah.
學啦。咁一啲英超嘅亞軍嘅球隊，其實啲球隊係會唔敢快叫佢翻嚟，即係唔會咁快叫佢翻嚟，叫佢放假。咁所以其實反方即係嗰個最極端嘅情況，就係啲球隊要求啲球提前報到，提前報到。咁但係即係啲球隊真係會咁唔人性啊！即係會叫你見你即係冇錯，第二日就即係叫翻嚟翻嚟翻嚟就未必嘅，翻嚟係幫佢嘅假嘅地方。咁所以如果我覺得正方即係可能大家都對足球真係冇咩問題過。如果你知道嘅話，講出嚟嘅話，我都係一個都都有可能反駁啦，唔係好似今日冇事就俾佢過咗就算啦。係啊，咁大約就如果一陣可能啲詳細啲嘅 comment 可能託我私底下。
賽咧，原本係話世界盃有